100学年度校训运动会典礼开始，主席就位，运动员进场。本次运动员进场由本校乐队全导。本校乐队利用晨光时间和午休时间积极练习，因此对外比赛屡获佳绩。今年参加100学年度屏东县学生音乐比赛，获得优等奖，并代表屏东县参加100学年度全国学生音乐比赛南区决赛，也获得优等奖的佳绩。我们